承诺你别说，只有此刻在乎我，明天的寂寞明天再去躲，梦境不怕多，只怕片刻都错过，悲哀像扑火，不过想解脱，麻木的开始，灿烂的结果，在你心中，你的最后不是我，你的寄托不是我，你只是路过。既然你的温柔躲不过，我的爱已不能守，我何不洒脱？心中你的一切不是梦，你的蹉跎都是我痛的，我很痛。泪水它无声无息的流，无言无语的请求，是你辜负我。在你心中，你的最后不是我，你的寄托不是我，你只是路过。既然你的温柔躲不过，我的爱已不能守，我何不洒脱？在我心中，你的一切都是梦，你的蹉跎都是我痛的，我很痛。怎么是你在招呼啊？我刚刚跟郑国搭档，是好朋友，所以我才来帮忙。我瞧瞧，你这什么礼物？哎，别那么小气，让我看一看嘛。这礼盒得让将军亲自见过了再说。哎，要那么小气，让我看一下都不行。小红，你就赶快带我去见将军吧。将军现在在跟我哥下棋呢。下棋？都快当新郎官了，还下棋呢？哎，你别走。哥哥请。哎呀，恭喜王爷吧。老爷子，贾师爷，这是一点喜钱，拿着沾点喜气。哎呀，王爷要不了这么多呀。贾师爷，您就收下吧。哎，那就谢谢王爷福晋了。王爷福晋放心，奴才一定将哥哥平安送到将军府。兰儿，这是皇上御赐的蓝红宝瓶，娘让你带进将军府。娘祝你跟郑国将军永远恩爱，白首偕老。谢谢娘。起轿了。出去，你却要走后门，他们真是太欺负人了。谁叫咱们是卑女呢？走吧。哎，小弟们，准备了。
是硬是把你送给范大刀那样的猎物，准没好好训练。你过去之后，暂时要小心，自己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谢谢。姑娘请。折磨才开始，秦荣，我要你看着你的女儿被下贱的人糟蹋，我的生与死的日子。哥，秦公公来了。哦，公公，失大人。万岁爷命咱家前来送礼，贺喜将军大婚了。哦，是皇上御赐，贺伦特叩谢皇恩。哎，将军娘娘，万岁爷命咱家要亲手将这贺礼交给将军，将军看自会明了。林公公辛苦了，请。字巨献，此剑必定出自名将手中。当年伪诛三太子之变，将军舍身护驾，这柄剑就是从将军身上拔下来的剑头，融以金刚，再以京城第一名师断铸而成的。哦，文学木造，难怪剑身放出血光。啊，血光在哪里？咱家怎么都看不出来呢？是看走眼了，哎，小王，德和的花匠到了，还没呀？啊，贾青天就让那板无搞摔油，那将还顾来回，你快去快点。哦。四伦，来，咱们接着把这盘棋走完。哈，不，将军。我看你还是先把万岁爷的贺礼收起来，花轿也快到了吧。哦，也好，这样吧，秦公公，你就带我陪世伦再走一把吧。好。那我先告诉你，将军请。啊，这皇上嘛，你奇怪，别行的唔上，你上个这支剑，顶头佫有迄弓，干嘛叫冲煞掉？施大人，这下盘棋要念那么多口诀的吗？啊，不，没有，来下。天起雾，这可怪了。格格，前头伸手不见五指啊，山路危险，依我看咱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。假设您安排吧。哎呦，怎么都看不清楚啊。哎，前面有间破庙。哎，来人，快把花轿抬进去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累得够呛。哎，总算是安置好了。要不是我，哪摆得平啊？
大娘，让我们进去避避吧，你行行好啊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们不能进去呀、啊。怎么了？这事儿怎么那么多呀、啊？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们这个人怎么搞的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怎么了？贾大人，你看他们。好了，没事没事，有什么事儿妈妈说。大娘，你看后面瘴气追过来了，山路又危险，你让咱们这边休息一会儿吧。这，贾大，不行啊，格格在里头，不能让他们进去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今儿是格格大喜的日子，就当做个好事吧。这样吧，你们把这轿子就搁在外头，你们哥几个在外边休息，可不许进来啊！哎哎哎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好的，可是这千金之躯，你关羽做什么他做什么？谢谢大人，小心上面，小心上面。大人，我们就在外面哈，不会进去的啊。好嘞，来来，轻点啊，小心小心。贾大人啊，不行啊，万一……格格在睡觉呢，你非把他吵起来你才高兴，真是的。可是，哎呀，坐坐吧，坐吧。哎，还说，那万一出什么差错，我回去向老爷夫人怎么交代啊？你怕什么呢？啊，要出了什么事有我顶着，我要我顶不住，还有施大人顶着呢，怕什么吧？真是。哎。压错了，谁打我呀？哎呀，什么时辰了？现在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咱们，哎，糟了，咱们要是误了将军的喜事，那可是要杀头的。那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哥几个，快起来，咱们快赶路了，赶路，快快，起来，快！Thank you.
凭着你能够随地，你这个女人可以抽筋的。大悲，人都死了，快扶凳起来啊！大悲，讨厌死鬼！我的爹。谁？奴才贾青天求见。进来。启禀大人，奴才已经把格格给迎来了。啊，花轿到了吗？回大人的话，已经到了城门了。奴才特意飞马来报，好让大人多点时间准备啊。多亏你那么细心啊，大人。您请先移驾前厅吧。急什么呢？轿子都还没到呢。哎，是是。奴才贾青天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圣上，你跟我磕什么头啊？起来。回大人的话，奴才是在跟这柄宝剑磕头呢。就这个。就是这个。大人，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儿啊。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呢、啊。这可是能掌握生杀大权的尚方宝剑呢、啊。大人能在此大喜之日得此神兵，那真可以说是宝剑赠英雄，才子配佳人呢、啊。啊。什么才子配佳人？哎，佳人早已秒如黄鹤。空留此剑还有何用？好，大将军果然气派，连皇上送的东西都可以视之如敝屣。我就不一样了，要是万岁爷能把他老人家穿过的破鞋赏给我，那我可得好好供着呢。到了，到了。将军，皇上到了。到将军府了耶，将军还亲自出来迎接呢。将军，请行礼吧。啊，你买落去，还大办呢。点点吧。奴才伺候您下轿了。对，只要那个马宝剑还够用。哥哥，哥哥，下轿了。是猎户吗？怎么这新房雕梁画栋，跟我们王府不相上下呢？一整天都没吃东西，快饿了。看起来范家还蛮体面的，我不能让相公瞧不起。被相公瞧见了，多不好意思啊！我说，八刀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月亮都出来了，你这个媳妇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？
啊，大哥，你就别管了吧，我们先把这杯酒喝了再说哈。哎，所谓啊，酒壮三分胆。嗯，待会儿啊，那黄花大闺女来啊，咱们八刀可有力气。哎，我八刀还靠这个玩意儿来撑场面呢、啊，你瞎扯淡。哎，我早说了嘛，这门亲事不登对嘛，人家是王府里面的人，咱们啊却是个小小的猎户啊。这王府又怎么样，不就是一个小婢女吗？哎呦，别嘴硬，别嘴硬了，万一他进门给你个下马威，我看你往后啊就甭想压住他了啊。好好好，你别瞎起哄了。马达，我这做大哥的总要说一句话的。大哥你说吧。这老三跟老四说的呢也有道理，媳妇敢起进门，你不立个规矩，万一他爬到你的头上，我看你好受吗？啊，好，待会啊就给他来个下马威啊。管他什么王府不王府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再怎么说还不过小小的婢女啊。小婢女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小小的你怕他做啥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。走等一下，什么时候了？你们这几个是瘸了腿是不是？到现在才把我媳妇送到啊！对不起大爷，半途被人物给耽搁了。我这个下头也好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你开门啊！你开呀！这边。哎，大爷先别急啊，现在咱们把花轿放下来吧。来，姑娘下轿喽。怎么会是这样子呢？啊，进来在睡觉啊，成何体统啊？啊，睡得跟猪塞子一样啊。下马威怎么样？去，能睡能吃，早生贵子啊！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，有道理。你还在蘑菇什么呢？快给我出来！你干什么？你放下！我说的没错吧？你那可是高贵的很呐，碰都碰不得。我就不相信，碰不得。你干嘛？你放下，放下！我说你在那告诉你，放手！哎，住嘴！什么本我还本王呢？你给我小心扎你！扎我！放下他！放下他！这银子你说哈？甭说了。甭数了，到里面喝个喜酒吧。哪敢了，耽误大爷的喜事，我们哪敢讨酒喝了。兄弟们，起驾回去了。你放开他！你这个小子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告诉你，山上什么野兽我没有杀过啊，老虎都被我扒了皮，我还不敢杀你呀！啊！大哥，你看我这个下马威还不错吧？啊，你看他还给我装聋作哑，你看，哎，我给你，我，你们，姑娘，撑着点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撑着点，姑娘。没气了，啊！出人命了，出人命了！大哥，大哥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，这怎么办呢？好好，解放，快点快点，出报方案，就是这娘们自杀了！站住！他
他这个样子像自杀的吗？不像啊。那大哥怎么办啊？你一定要想办法，你得救救我啊大哥。哎哥，关闭了，别急别急别急，慢慢来，别急。谁啊？是我，还叫呢。哦，我出去。有啥事啊？这是姑娘的嫁妆，掉在花轿里头。哦，那我走了啊。啊，谢了。哎，大哥，怎么样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把他，快把他给埋了。啊，埋了。把他埋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把瓶子埋了。真是有够傻的，埋瓶子干什么？埋这个人！别慌，镇静点，只是个姑娘，把她给埋了，也没人会知道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提亲的时候啊，听着娘们讲，她是孤儿啊。对，说什么？她这个黑夜逃婚了，逃婚的。对对对，这黑夜逃婚了。抄家伙，抄家伙，抄家伙，带抄家伙。快点，阿涛，等等等等，把那封门墙壁给脱了，快点！哦，山刀山刀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把那些碎片子你扫一扫，快整理整理。寂寞是没有尽温柔，无法有人爱。不要架着我，没罪。哎，世伦啊，哎，世伦，走走走，咱们再到龙胜轩喝去。哦，将军，这龙胜轩是在京城呐。京城？将军，我看时候不早，您早点歇着吧。是啊是啊，将军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，哥哥还在等您呢。千金。千金难买心头月，暗香门追雨丝，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，好梦留人睡，是是该睡吧。哎，将军好走。大人，我看将军刚才念的这阙词，要是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应该是范仲淹的《苏幕遮》啊。这五年前，我与将军在龙胜轩把酒欢唱，将军唱的就是这一首啊。这阙词的后半段应该是明月楼高休独倚，酒入愁肠愁更愁。不对呀、啊、公公，应该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、啊、什么时候改的、嗯、大家大概给记错了、嗯、哎，化作相思泪，难道说将军已经另有心上人了？嗯，没错，将军的确是早已心有所属了。那个人是谁？将军为什么不娶她，偏要迎娶格格呢？哎，这事儿说来话长了，将军与那女子仅有一面之缘，奈何造化弄人，将军为了要找她，足足找了八年，结果还是音讯全无。如今皇上赐了婚，将军就娶了格格了。看不出来，将军居然是个多情人。哎，自古多情空余恨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将军起码还娶了格格，哪像咱家那档子事儿，
连想都不敢想了。公公，啊，公公，酒喝多了，失态了。好了，公公啊，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今天是将军大喜之日，你们又是唉声叹气、哭哭啼啼的干什么？咱们是为了替将军难过吗？好事都被你们弄成坏事了，走走走，早点歇了。哦，歇了。哎呀，将军大人呐，您老人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要换了我，哼，我要扒着这金矿，我死也不放啊！小姐啊，又在做梦啊？怎么他全知道？这个格格还真爱睡。刚才在轿子上还没睡够。怎么可能？格格就是他。如此之像的人，最多是没有情温柔，无法有人爱。是我，失礼了，我太累，睡着了。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谢谢。真的长得很像一个人。像谁？像我朝思暮想的一个人。快点，好，快点，够深了，够深了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，快，把它，快呀，把它埋了，快点，等一下。姑娘，我范八刀真的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你早一点投胎转世去，千万不要阴魂不散的来纠缠我啊！求求，哎，八刀，你别这么啰里啰嗦的，快把它给埋了。快，动作快点！快走！
呀，大哥，别管我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你们不能走，万一被人发现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什么呢？都是你闯的祸。走，好。我感觉有人动过啊。谁动了？我去你的！我怎么晓得谁动的？钱路真是厉害，过奖了。哎呀，公公，你怎么就起个大早练拳呢？啊，昨儿个夜里裴将军喝多了，起个早练练拳，舒展筋骨。哎，是，顺便醒醒酒。哎，是。哎，小贾，你提的这小篮子上哪儿去了？这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公公。啊，大家明白了。你是不是想利用篮子里的东西去贿赂那些个寡廉鲜耻的贪官污吏呀？哎呦，公公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什么贿赂啊？这我不过就是到将军府去给将军还有新过门的格格问个安罢了。啊，那咱家又明白了。咱家告诉你，你还是别去。这将军的个性顶天立地，刚正不阿。他肯定啊会连人带理的把你给扔出来。哎呀，公公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这不过就是炖了点汤皮让格格补补身子，将军干嘛把我轰出来嘛？哎呀，小贾，你的心眼咱家还不清楚吗？您是不是想扒着将军想到将军府去当差啊？哎呀，公公，这我倒没想过。我不过就是爬呗。啊，水往低处流嘛。大人您也起得早。哎，大人早。大人是您往高处爬，我往低处流。其实小姐，你如果另有高就的话，我也不敢耽误你的前程。再说将军这个人是是非分明，如果他看中了你，有你在他身边，那我也放心了。再说像我三天两头的辞官罢官，对你也是不公平。大人您快别这么说了，您辞官那厉害了，您是越辞官越大呀，您从江宁府都跑到顺天府来了。好，不谈这个。快，你就快去吧。那我就过去了。小小慢走。没见过这么爱当官的人。其实小贾这个人蛮有才气的，有机会的话，公公不妨提拔提拔他。啊，行，那咱家就去禀告万岁爷，以后就让小贾跟咱家一起伺候万岁爷了。公公是要他做什么？进了宫还能干啥？
当太监了。伤痛原来是一道夹着锋利的拥抱，长夜子我才会明了，那爱情是会断的桥，心是会无限的需要，呼吸过你就戒不掉，活着是为了满足闻得到发酵过的美好。寂寞人知道在心底有一个记号，日子淡不掉，也许一直会到老。寂寞人